桃园老庄智渊率领中华桌球队在男团杀入四强战，面对强敌中国，受限对手发球，庄智渊在第一点以直落三吞下败仗。第二点的陈建安则要单挑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东，小安连续三局都一度取得领先，却都在最后关头遭到对手逆转。一开始开局都还开得还不错，自己都还有领先，但可能是在中段的地方嘛，自己失误比较多，因为比较急躁嘛。退无可退的中华队第三点由17岁小将林昀儒对决中国18岁新秀王楚钦，首度参加亚运的林昀儒展现大将之风，顶住压力以3-1获胜，保住一线生机。就抱着学习的态度去打，就他打的压力也比较大，就前面他的失误也比较多，那就把握住机会。只是第四点的庄智渊仍然无法突破世界球王樊振东的关卡，最后就1-3落败。力度上总是会加强，然后多一点比较凶的攻击，所以智渊在后半段的时候如果稍微一保守，就容易显得被动。中华男团输掉这场比赛，无缘晋级金牌战，不过仍进账一面铜牌，追平上届仁川亚运成绩。亚运联合采访团雅加达采访报道。